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 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 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 论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嗯，这条路应该没有走错吧？ 机动性的话，我有自信。嗯，这条路应该没有走错吧？请交给我来带回去吧。 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，先知会一声。谢了。 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 奇怪的建筑，不知道这地方原本是做什么用的，不过倒是个绝佳的瞭望点。像是被毁坏了的钟楼，好高。那边的岛屿似乎都与这栋建筑相连，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登上去。 激动！
不错，这些都可以用上。是被那口大钟砸穿了地面。是那些怪物干的吗？真是可怕。有没有可能原本就有这个大洞？我听说福斯湾保留了很多历史古迹。不对，从建材来看，这座钟楼是年代不远的仿古建筑，无论是什么造成了这里的破坏，应该就发生在不久前。掉下去了呢。
么多物资，有点出乎我预料了。着急，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赤瑶，下次想玩刺激的先知会一声，谢了。注意搜索敌方单位。这么多物资，有点出乎我预料了。这条路，队长吩咐的任务一定要好好完成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回收完毕，要是有车就好。好的，队长，继续吧。第二型飞行员大哥，听我指挥。Ultimate Blade， 完全解放。我马上。
我看苏军贯穿守护你的队员，朝掩护，朝掩护，我会守护。物资回收完毕。我会守护你的，队员，朝掩护。我们需要补给和休整。朝掩护，朝掩护，我会守护你的，队员。朝掩护，还在任务中。不要分心，好的，队长。还在任务中，不要分心。
这条路应该没有走错吧？好的，队长。找掩护，我会守护你的。抵达战场，我会守护你的，队员。我会守护你的。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完全解放，听我指挥，收缩模式。行动开始。完全解放，
我们能都拿走吗？我马上。好的，队长。一切正常。保持警觉，队员。听主教说，用达阿卡纳给钩装提怪物命名是你的点子。我看了第三小队撰写的任务报告，写得不错。这种别开生命的虚，就和你在报告中形容的一样，虽然外表怪异，但这些构装体的结构其实是很好的设计参考。我想实际考察一下。我相信他的模仿能力，但外边就有许多怪物，不用麻烦他了。我一个人又要战斗又要记录，难免会错过重要的细节。你是队伍中最了解他们的人，就当帮我个忙，好吗？我在门口等你。这片区域敌人种类比较丰富，就从这里开始吧。这种漂浮在空中的怪物，应该是负责侦察的类型吧。简单朴素，没有多余的结构，很符合人们对浮游生物的印象。躯体下部伸出的导管，暂时看不出是做什么用的，但应该不是普通的装饰。我且先记下来好了。这两种怪物看起来都很脆弱，但数量众多。这种设计通常用在需要堆量的基础怪物身上。
赋予不起眼的敌人自爆能力是个不错的创意，这样玩家就能培养远距离攻击的习惯了。这些家伙好像有点眼熟。原来如此，那些导管是连接装置，寄生能强化弱小的怪物，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。有趣，和机甲的合体异曲同工。这些怪物开始拥有较为初级的合作能力了，也是受恋人的影响吗？所以他们才会叫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是一个系列。虽然具备一定合作能力，但总体表现还是比较迟钝。啊，结束了吗？那我们继续前进吧。出现了，具备隐身能力的构装体。原理是利用光学特性，根据周围的环境改变身体颜色，从暗中突然出现，的确能带来不小的压力和危机感。数量也不少，大多数场合都是集群分布，看来他们的单体作战能力有限。和这些家伙过过招吧，不要大意，他们的行动方式很有迷惑性。
虽然能力很有特色，但攻击方式却很原始，解分。而且一旦解除隐形，似乎就很难再进入隐身模式了。都搞定了吗？敏锐的判断，仔细看，地上有痕迹。看到了吗？还有一只躲在那儿。他更难以探测呢，难道是特殊的精英？只能带回去研究了。你发现了吗？这种隐身敌人的能力也有缺陷，在强光下他们无法完全模拟周围的环境了，会暴露的。等一下，确实在设计层面，过于完美的能力反而会让人觉得无聊，在实用性上留一些缺陷，反而更能鼓励玩家做出对策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明明拥有自我进化的能力，为什么这些怪物却依然存在如此明显的弱点呢？我想，那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在我看来，一方面可能是他们的进化还不够完全，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是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所谓完美的进化。有很多现实例子表明，能力与代价往往如影随形，越是高大的巨人越容易暴露他的阿喀琉斯之种。不会有毫无死角的敌人，也不会有无法解决的难题。去观察、理解、思考，这是与力量同等重要的武器。相信通过刚才的战斗，你已经深有体会了。回去之后，我让提米朵发你一个文件吧，是由瓦尔特先生亲自编写的《如何战斗》。在迷茫的时候，他曾给予过我许多帮助。我相信你是个很有天赋的人，也能从中收获你想要的答案。坦率地说，战斗比开发轻松多了。正常。现在感觉还好吗？是运气很好，还是潜力的体现？现在还不得而知。但没有变成死士，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怎么了？传说中的英雄，世人真是喜欢这种说法，以前也是，现在也是。毕竟人们总是对故事的戏剧性充满期待嘛，但真相通常都会让他们失望。你也是特战部队的一员，应该对此深有体会吧。所以你之前提到的传说是什么？不，姑且还是称之为流言吧。说自己是传说中的人物，难免有些奇怪。这是实话，毕竟世界已经截然不同了，但就本质而言，其实没那么大区别。还有呢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做些简单的记录。但从初次见面的反应来看，你对我的认知似乎和事实有所出入。那在你曾经的想象中，Bronia 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别紧张，我就问问，事先解开可能存在的误会，有助于日后的相处，这也算是经验之谈吧。很符合人们对英雄的刻板印象啊。然后呢？很奇怪的说法，不过好，我大致明白了。虽然这些特征可以概括灾难中的大部分人，但就算是当时的亲历者，也有很多人出于种种原因对事情的经过保有片面的判断。相比起来，你的认知倒是可以称得上非常客观了。一切正常。呀，志阳，嗨，哥们儿，睁开眼就能看见你，嘿，就像是回到了预备学科。我在收拾武器呢，队长的命令。欧律托斯 M62 磁轨步枪，1000米内无弹道偏移，无视环境和风力。哥们儿，我只能说你永远可以相信天命。但我也不讨厌以前那把训练步枪，润滑扳机给枪身防锈，检查主簧、压臂、连杆、枪膛。我喜欢这种循规蹈矩的工作。说到这个，你有好好检查自己的武器吗，挚友？这次任务可没那么简单，直觉告诉我。哦，你是指第二年期末的那次越野测试，下暴雨那回，对不对？别提了，那次我们可被教官整得够惨的。哎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是呀，谁知道那竟然是教官给咱们抛下的诱饵。我至今还记得他逮住我们时的笑容。哎呀，真是太可怕了。好好好，我承认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我，行了吧？你别这么看着我了。你这家伙进了圣弗雷亚学院后好像变了很多啊，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那么成熟的你，乖乖听队长的话，去准备武器吧。你那一手神火试炼的本事可别再用了。不光我这么想，队长和小 T 也一样，只是他们不会明着跟你讲。放心吧，就算直觉派不上用场，我的子弹也会带给你好运的。
就像从前一样，哥们儿。现在感觉还好吗？不要太勉强，你本该就此撤退的，是运气很好，还是没有变成死尸？怎么了？如果你不用这种语气，传说中的英雄，世人真是喜欢这种。毕竟人们总是对故事的戏剧性充满。你也是特战部队的一员，应该对此。所以你之前提到的，不，姑且还是称之为流言吧。哦，这就是显而易见的谣言了，根本没什么。还有呢？怎么了？但从初次见面的反应来看。那在你曾别紧张，我就问问，事先解开可能很符合人们对英雄的刻板印象啊。然后呢？好，我大致明白。虽然这些特征，但就算是相比起来，现在感觉还好吗？这应该不算是是运气很好，但没有变成，怎么了？传说中的英雄，毕竟人们总你也是特战部队的一员，应该对此深有体会吧。所以你不，姑且还是称之为流言吧，说自己倒是可以这么说。还有呢？怎么了？但从初次那在你曾经的想象，别紧张，我就问问，事先解开可能存在的误会，很符合人们对英雄的刻板印象啊。然后呢？这应该算是好，我大致明白了。虽然这些特征，但就算是相比起来。抱歉，我太不小心了。不，其实我一直戴着口罩，是想把自己藏起来。其实我因为我从小都是一个人。不，只是因为我的爸他们工作很忙，所以没我也站，我而且没有口罩的话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只在面对面的时候，如果是线上交流，所以平时如果是和不太熟悉的队员对接时，这样就不用面对面了。如果现实里也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可供使用就好了。我也尝试过，有时候我也试着所。嗨，哥们儿，你这家伙还真是不拿我当外人啊！我在收拾武器呢，队长的命令。欧律托斯 M62 磁轨步枪，1000米内无弹，但我也不讨厌以前那把训练步枪。说到这个，你有好好检查？这次任务可没那么简单。直觉告诉我，哦，你是指第二年级？别提了，那次我们是呀，谁知道那竟然我至今还……好，你这家伙进了圣弗雷亚学院。那么成熟的你，乖乖听队长的话。你那一手神火失恋，放心吧，就像从前一样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重能完毕 ，Bronya 抵达战场。物资回收完毕，要是有车就好了。注意搜索敌方单位。00019，全武装炸开，目标静默。Bronya 抵达战场，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行动开始，前辈，我们能都拿走吗？注意搜索敌方单位。